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上集说到电信局去办手机方案，会用到的一些英文用语还有用词，像是首先你可能想要问店员说，你们提供什么样的方案呢？你就可以问他 What kind of plans do you have? 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案。那么店员可能会跟你介绍，我们有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那你可能想知道每一个方案里面包含了哪一些东西，你就可以问他 What is included in each plan? 就是每一个方案有包含什么。那么现代人其实用手机上网是最重要的，那你可能会告诉他说 I think I need unlimited data， 也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无限流量。手机方案呢有分要签约的跟不用签约的，如果你想知道说这个合约会需要签多长，你就可以问他 How long is the contract？ 合约有多长。除了手机上网以外其实我们在家里也要上网，那么要怎么样到电信局去办在家里使用的这个网际网络，这个互联网的服务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办家中的宽带需要用到哪一些英文用语还有用词。办家中网络 Part 1。 Hi,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Sure, do you need a landline too? Yes, sure. No problem.Let me check what is available for you. What is your address? It's 188 Holiday Road. Okay, 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Fiber is normally faster than VDSL. Is it more expensive? Yes, it would be $10 more than VDSL per month.Hi,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Sure. Do you need a landline too? Yes, sure. No problem. Let me check what is available for you. What is your address? It's 188 Holiday Road. Okay. 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What is the difference? Fiber is normally faster than VDSL. Is it more expensive? Yes, it will be $10 more than VDSL per month. 看完了刚刚的情境模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中有哪一些非常好用的句子。首先第一句，我们说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就是我要帮家里办宽带互联网。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我要帮家里办宽带互联网。Broadband 就是宽带。Internet, 互联网。For my home, 是我的家里要用的。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我要帮家里办宽带互联网。那么接下来店员可能想要帮你查查你的家里这个地址是有哪一些可用的这种连接方式，他就会问你说 What is your address? 就是你的地址是什么。 What is your address? 你的地址是什么。 What is 就是是什么。 Your 你的。 Address 我们上次有学到是地址的意思。 What is your address?你的地址是什么？这句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非常常听到的，会用到的。What is your address? 你的地址是什么？那么查过你的地址之后，店员告诉你 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也就是 VDSL 和 fiber 在这个地址都是可用的。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VDSL 和 Fiber 在这个地址都是可用的。Both VDSL and Fiber 就是 VDSL 和 Fiber 都怎么样 ？Are available 是可用的 ，for this address 在这个地址。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VDSL 和 Fiber 在这个地址都是可用的。那么最后你可能想知道，那 VDSL 跟 Fiber 有什么差别呢？你就可以问他 What i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差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差别？ What is 就是是什么？ The difference 差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差别？看完了刚刚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境当中有哪一些非常好用的字呢？首先我们说到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就是我要帮家里办宽带互联网。 Broadband 这个词就是宽带的意思。 Broadband 宽带是一个名词。 Broadband 宽带。那么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internet 就是互联网网际网络的意思。 internet 互联网是一个名词。 internet 互联网。那么因为在新西兰办宽带网络呢，有分你是要跟座机一起办，还是说只要这个互联网服务的，所以店员问你说 Do you need a landline too？Landline 就是固定电话，也就是座机的意思，是一个名词。Landline， Landline， 固定电话或者座机。新西兰生活小常识。今天的小常识，我们要来说说申请家庭宽带这件事情。其实，在新西兰要申请家庭宽带算是蛮简单的。因为不管你是要搬新家还是刚承租房子，你都需要购买及申请新的家用宽带。那么新西兰呢，有很多的电信服务商，有几个是历史比较悠久非常大型的公司，也有很多是比较新的小公司，但是呢，他们的产品基本上大同小异，产品的收费也十分接近。因为现在的宽带方案越来越多种，如果你不太熟悉本地市场的话，可能会看得眼花缭乱。那么要如何在新西兰找到最适合自家使用的宽带方案呢？我们今天的小常识就要来为你介绍一下。新西兰的基本的家庭家用宽带有几个种类，基本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宽带加座机，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裸宽带。宽带加座机是什么呢？就是 Broadband and Home Landline， 我们今天也有说到，它是提供无限量的免费本地座机拨打，你可以打到国内任何的电话的这个号码，也可以打到国外的海外一些号码，就是要另外收费的。那么裸宽带呢，也就是 Naked Broadband， 它就是不含座机，只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具体选择哪一种呢，就要看你的需求了。通常来说，大家都会选择宽带加座机的这个方案，每个月比同样流量的裸宽带计划呢，只要多10块钱左右，但是可以用座机呼叫打到本地号码或者拨打海外号码。不过现在很多人啊，手机都有不限量的套餐还有方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家里有没有电话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如果要选择裸宽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新西兰的家用宽带有哪一些接入方式呢？我们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有最传统的 ADSL， 也就是有些地区它可能线路比较老旧，你就只能使用这个方式来接入互联网，它的下载速度是每秒 1MB 到 5MB。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快的 ADSL， 叫做 ADSL2， 就是比一般的 ADSL 再快一些，它的下载速度是每秒 10MB 到 15MB 左右。接下来就是 VDSL， 也就是高速的铜线宽带，那只要你家距离这个交换机的距离不算太远，就可以有这个服务。居民区的这个覆盖范围有限，但是它下载速度呢可以到每秒30到40MB。 最后就是 Fiber， 也就是高速光纤，我们今天有说到，那它是使用光缆接入，速度非常的快，可以在 30MB 甚至有 100MB 到 200MB 之间。这些呢就是一些有关新西兰家用互联网的资讯，让有需要的朋友参考参考。看完了今天所有的教学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学到了哪一些办家用宽带的时候会用到的英文用语还有用词。 Hi,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Sure. Do you need a landline too? Yes, sure. No problem. Let me check what is available for you.
What is your address? It's 188 Holiday Road. Okay, 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Fiber is normally faster than VDSL. Is it more expensive? Yes, it would be $10 more than VDSL per month. I want to get broadband internet for my home. 我要帮家里办宽带互联网。What is your address? 你的地址是什么？ Both VDSL and fiber are available for this address. VDSL 和 fiber 在这个地址都是可用的。What i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差别？ Broadband 宽带。Internet 互联网。Landline 固定电话或者座机。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我们今天学到了到电信局去办家用宽带，还有这个网际网路的时候会用到的英文用语。但是我们的这个流程还没结束哦，我们下集再继续看看你要完成这个申请的方案的时候会用到哪一些英文用语。下集还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快乐说英语。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下集再见。